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11月6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9月29。好，星期四呢，就是10月初一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卢台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台长你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打通卢台长的电话。好，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56年属羊的，我自己女的。看我身上的白斑啊，台长，看我这皮肤病，我白斑。我看看，我看看啊，几几年的？好，谢谢台长。几年的？56年的。属。56年的羊。嗯。啊，你过去啊，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，活的东西啊，嗯。哦，是因为以前我自己去河里去抓那个螺呀，螺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的螺都粘在你的血管上啊，所以你的血管红细胞白细胞很不平均，所以你身上就长出一块块白的像癣一样的东西。啊，对对，很多哎，我额头那边还有哎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因为你的血出问题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叫我应该怎么做呢，台长？念往生咒呀，赶快念往生咒呀。我每天念49会够吗？不够哎，要念59。59啊。然后你还要念小房子，超度你身上一个灵性，是一个女的老太太。我有个女的老太太啊。对呀、啊，在你身上，嗯。要念多少张？念多少张？嗯，要念59张。59张啊。嗯，好吗？嗯。嗯，我业障还有多少？台长，我业障还有多少？32。还有32啊？啊。哦，我几年前，我两年前的时候，你给我看了，还有22%，为什么现在又加了呢？他是到了业障期爆发呀，就是你现在过去吃活着海鲜，肯定是也是这个年龄吃的太多，就是上辈子杀业啦，这辈子年轻的时候爆业啦，都算在一起啦。哦，我以前还有杀鸡杀鸭啊，我杀很多东西哎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现在才爆呀，听不懂啊？哦，这样。啊、嗯。好吧。我念59，每天念59遍往生咒，第二次是念到我死为止，是吗？嗯。那当然了，念到死都不一定够呢。像我们哪个人不是念到死啊？这有什么稀奇的、哦？和尚法师都是念到走的呀。OK。嗯。嗯，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台长，你再帮我看一下，一个男的，1998年，属老虎的。想看什么讲啊？看他的身体，还有我们身上有没有灵性，涂成颜色。啊，他的腰很不好，腰背都不好。啊，背还有他的脖子，他头部很不好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，腰背都不好，啊、颈椎也不好。啊挺追啊！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男的脾气倔得不得了，嗯。啊，是，他都不跟我讲话的。哎、啊，所以你自己要给他多念点解结咒。解结咒，帮他念27遍会够吗？哎，不够，49遍的。解结咒是我跟他的，还是他跟那些、啊？他就是跟你呀、啊，他理都不理你、哦。他跟我。他理都不理你、啊念念，还不知道。哦，要念多少片？多少片呢？你就好好念，好念了。你要片很多了要。多少念49会够吗，台长？要了，每天至少念49片呢。嗯。49啊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，台长？有啊。要念多少小房子，台长？小房子要念，慢慢念吧，要念69章。哦，69哈。嗯好吧，他现在有揪一，他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啊，台长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1998年属老虎的。啊，白虎。啊，白虎，他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他也是老虎来的，他一直帮他买那个黑色的衣服啊。嗯、他跟那个女老虎会合吗？因为没人反对，因为他是那个什么基督教的。知道嘛就好了。就是啊，他不听我话，不会听你话的，所以你要记住、啊、一直来他不听。我问你，两只老虎有什么好结果啦？是讲啊，哎，听他讲他不听，不听嘛就不听了。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不听的，没办法，那只能
你归你讲，他归他，不听嘛就算了。哦，不要管他了。你说管得了不啦？啊，管不了。管不了，你管他不是空话。啊，我现在帮他念那个什么《心经》21，啊，解结咒的27，还有救灾49。可以了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多了。对啊，只能先这样了。好了好了。哦，不要，啊，台长台长，台长，啊，你再帮我看一看过世的盲人可以吗，台长？台长。快讲啊。哦，那个是姓什么黄？黄双击，黄色的黄，双双双对对的双，黄双击，基督教的击。啊，在天上。嗯。在天上了啦。啊，上去了。嗯。我上去了啦。好了好了。哦呀，感恩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，台长。啊，我们的业障，我们自己背，只要台长背。再见。啊，感恩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黄世云指导。哦，很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自己死了之后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多被动啊。如果你要是走的之前你修行修得好，你多好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每个人学会都要能够自己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，性格啊，你才能控制好自己的命运啊。所以学佛，人家说你就像一个心中要一个指南针一样的，这个指南针呢就是啊你的慧命，你的慧命呢不会让你丢失。那你找不到指南针了，你不知道方向了，那你就慧命丢失了。所以慧命像指南呢，对不对啊？它可以让你指明东南西北，让你知道应该走哪条路啊。你说你这个人一点智慧都没有，你哪来的啊慧命啊？你哪来的有这个智慧啊？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一定要能够克服自己身上。那么这指南针怎么能够保持它不掉呢？不让它遗失呢？就是经常勤擦拭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一个是要让它干净，第二个呢就是让它要得到更多的啊这个亮光，也就是说要在光亮下能够看见看清楚这个难在哪里。我们的心呢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光亮，因为照不见佛光，因为我们的心被五蕴六尘所染。所以菩萨心经叫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因为你透视了照过去了，你才看得到前面的方向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拥有的和珍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啊那个心啊，要知道自己的心，因为你的心可以像大海般的宽广，你的心又能像针边那么小，所以被是非缠绕就是你的心啊。心想不通啊，一切万事皆不通，心想得通才会好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啊，大发慈悲心啊，你就是圆满的大法师。因为当一个人拥有慈悲心，能够让别人啊能够得到一种感受到一种布施，就是好像社会在布施你，这个人在让你获得更多的慈悲，实际上这个人已经有善良学佛的心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说布施很重要啊，慈悲的人要做到啊布施啊，能够增长智慧的人，想要增长智慧的人要让佛常住在心啊，常住在心，实际上常住在心就是要自信自度了。喂喂啊，讲吧。哎，师父你好啊，麻烦师父帮一个师兄看一下，他想看一下他的那个婚姻。讲吧。听得见吗，师傅？听得见，讲吧。男的，他是96年的鼠，他女的是89年的蛇。女的是蛇，男的是老鼠，是吧？对，女的比男的大，好像7岁。对。嗯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嗯，现在麻烦了，现在是这个男的比较不大喜欢他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感觉他对他那女的还挺好的。啊，你是感觉、就是、啊，对对对。心理不行，心理。这个我跟你说，男的跟女的，女的跟男的，女的小，男的大，这还能凑合、嗯。一般的女的大，男的小的话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这男的一定变心的。这都是学佛的，都是师兄。师兄，境界这么高，境界这么高就不会结婚了。听得懂吗？两个人多念姐姐咒吧。嗯，
多念姐姐咒还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打这个电话也是不太好，不太好说。就是不大好说，我就告诉你，本身就不应该，年纪这么大，你去追人家年纪小的干嘛？嗯。神经病啊！你以为啊，学佛念经啊，把人家念过来啊？嗯。玩笑了，你本身学佛就不应该去追求这些东西，要越学境界越高，而不是越学越要想结婚再生孩子呀。嗯。生了不啦？主要是家里面第一就是希望他结婚嘛。家里有结婚就去乱找啊，找比他小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男的挺喜欢这个女的。你要记住，男人都是正发性的，一阵一阵的，听得懂吗？没有女人长性，明白了吗？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可以一辈子，这个男人永远不会跟着她一辈子的。所以现在婚姻都很难说一辈子。对呀、啊，哪有一辈子的事啊？嗯，开玩笑，师傅，只能过，只能师傅讲的一个哲理。人生就像一辆火车，上上下下，你只能感恩他陪你走过这一段。主要是他们在考虑结婚的问题，所以去结婚嘛，好了，怎么办？你什么办了？结婚嘛就结婚了，结婚不是很简单的？嗯，是。办一个身份就可以了吗？登记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是。还不好讲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的？烦恼有的烦了，我告诉你，师父什么都知道啊，只能自己随缘。世界上很多随缘，有的时候结了婚反而烦恼一大堆。嗯，是的，不结婚两个人还有一点啊，这个相互的欣赏感觉呢，一结婚了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把他锁住，他把你锁住了，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舒服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是的啊，就这么简单了啊。感恩师傅，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。对，麻烦师傅看一个亡人，叫麦运，他是大麦的麦，就是麦子的麦，运气就是运程的运，然后2010年走的女的。麦运，哎呦，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也是两重性格，好的时候很好、哦、凶的时候很凶。他是一个师兄的姥姥，然后他给他念了100多章，他都写错了，他写成卖运的药精者，但是他想问一下他收到没有，他不是直接写的他的名字，写的他的药精者。他活着的时候情况不是太好，小房子是收到，但是上不去啊、嗯、现在还在中阴身呢。哎呦，嗯，我10年有点久了。那、啊、还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，师傅？再念69章试试看吧。69章，好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，感恩，再见。卖运，这东西比较好，卖东西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师傅吗？是。哦，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、啊。我给我爸爸看一下，我爸爸是52年的龙。52年龙。看到了，想问什么讲吧？想问身体。血压有高，腰不好，小便不好，嗯，关节不好，哎呦，毛病很多，心脏也有问题，嗯、哎呦，哎呦，血管性的毛病很多。哦。哎，咳嗽，哎呦。有。啊，跟你说。胸闷气急，气急，嗯，啊，跟你说，气急还败坏呢，嗯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赶快给他吃点西洋参补补身体啊。西洋参啊。啊，中性。西洋参，嗯。啊，补身体。嗯。好吧。爸爸就是现在是他是胰腺癌。我看看啊。他有肝转移了已经。哎呦。不好哎，赶快给他放生啊，延寿啊。哦，放多少鱼？哎，想到这种，先要放6000条。6000条。啊。放6000条。你爸爸有沙叶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沙叶吗？啊，年轻的时候杀鱼啊、杀鸭呀、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叫沙叶。他杀鸭不会杀的。对，好了，人家可怜不啦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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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
他跑过去拉住拉住人家脖子，一刀就把人家脖子砍断了。哎，哦，他主要是年轻的时候有杀业吗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报应啊。他有没有救师傅？他现在几岁了？他现在是67岁。叫他要念108张小房子。108张小房子。好吗？嗯。好的。好了。放6000条鱼。对。然后他这么严重的病怎么办？只能演救不好的，只能演一点瘦，拖拖而已。明白了吗？这样子吗？啊，没办法的。舅舅。舅舅没用啊。没办法。舅舅了，没用了，因为他过去的业障他不知道消啊。那让他吃素念经会好吗？会好一点，也是延寿的关系。像他这种只能癌细胞虽然扩散，只要不痛他就能活着，因为癌细胞并不会马上致人死地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他就是有点难受，痛倒是不痛啊。这什么啦，癌细胞每个人都有的呀，很多人一辈子就带着癌细胞，就是一直查，早就查出来有癌了，就一直这么活着、嗯、慢慢的活着也没关系，你就一刺激一弄、嗯、那很快就走人了。自己心态还好。哎，就好了吗？自己心态好不就好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师傅能不能帮我也看一下？师傅，你这个人是79年的马。79年的马，你这匹啥马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，你说你有用不啦？没有用。好了，没有用。啊，傻的嘞，感情嘛不好。嗯嗯，这个人啊，得罪人都不大草稿的，讲话嘛不注意，做人嘛不会做。我改。要改了，不要乱讲话了。知道了。明白了吗？傻嘛傻的嘞，一辈子被人家要骗2次大的，3次小的你。师傅，我改，我现在已经改了。啊，你感情会被人家骗的，你知道不啦？知道。知道，自己好好的修啊。嗯。嗯，我现在已经在学习了。啊，赶快学，每天学白话佛法，要看。哦，看白话佛法，那我身体怎么样？你说你好不啦？妇科不好，腰痛。嗯，不好。颈椎不好。还要我讲啊？肠胃又不好。不好啊！一吃凉的东西，肠胃马上就痛。有，还掉过一个孩子。嗯。念多少张？49张，试试看吧。好了好了。哦，我已经念了21张，再念49张哦。嗯，再念吧。我身上有灵性吗，师傅？有灵性，小孩子不叫灵性啊。哦，那爸爸有没有灵性啊？好了。爸爸有没有灵性啊？没有灵性会生这个病的。哦。傻的嘞，那么臭要死的。哦，真的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啦。我给他念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我自己的要经者念3张，其余给他念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嗯。每个星期可以的哦。可以的，没好好多念一点。哦，可以的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的。嗯，再见了。好的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